去牙科中衔约专科教师宿舍，体育专科大楼不足，为了要提供囡仔更较好的学习环境，县政府邀请教育部、国教署、体育署等中央单位来作为会勘，合作学校争取专科教师和校舍增建的经费，希望会当学生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空间。在现在所有少子化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甚至已经招生很困难了，可是主席高中确实完全不一样的一所这个高中，所以其实他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支持他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学生啊说十个人住一间，不要说什么，我们都当过父母的人了，你去再有你的小孩子来住，你看他愿不愿意住。所以这个时代已经改变，可是一直在进步，可是我们发觉到我们没有随着这时代的进步，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宿舍的生活能够更有比较好的这个空间。你看十个人挤在那个六，也是五张的这个桌子，然后我就回忆起我们小时候还要画线，然后那美工刀画线，这个楚河汉界是非常分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去改善空间。所以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翁县长，也要拜托我们两位副署长，那都给我们这个偏向来支持。副馆长吴荣辉感谢教育部对嘉义县教育品质的重视，让囡仔拢会当伫优质的环境当中安心来学习，帮助提升囡仔学习效率，让囡仔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。这拢是县府继续拍拼的目标。大雄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